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乔林日志跟朋友约在这间店，这间店是新加坡的旋转寿司店，叫做寿司郎。然后它在台湾、在新加坡、在香港、日本都有店。然后这间店在日本其实已经30多年的旋转寿司店呢，是一个蛮经典的旋转寿司，日本旋转寿司的店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跟朋友约在这里。那因为virus关系呢，我们今天分两桌，所以一桌三个人，我们总共6个朋友在这边吃饭。那我们一起走吧 ，Let's go。那我们现在要去的一个 shopping mall 叫做 Tanjung Bahru 的 Plaza。OK， 我们现在往左边走。随处到哪里啊，都会有这种 QR code 的牌子，然后要大家扫，然后才可以进入哦。那我们这样就往这边走。要吃的店在这边，旋转寿司熟悉咯。好，我们今天来跟朋友来吃这间店，这间店的等候区长这个样子，然后现在目前是没有人在等啦。然后我们现在在等朋友到齐之后，我们就要进去吃了。好吃的吐呢？哇，好大一口，好大一口！冷的跟热的茶碗蒸，这是冷的茶碗蒸。干贝好大一个，海胆寿司，它多扁。茶碗蒸，这个。哦，里面有虾子。哇，茶碗蒸里面有虾。哇。冷的，我吃吃看。这是冷的，冷的茶碗蒸。对，茶碗蒸好。磨刀，欸，你要多点炙烧啦，炙烧超好吃的。炙烧？对啊，炙烧很赞。炙烧是不是要吃不烤的，火烤哦。这稻荷寿司，豆皮寿司或者称为稻荷寿司，这是玉子烧。他们一直等。鲑鱼卵，哎呦，它掉了。贝类吗？这是贝类。为什么他这间感觉没什么菜，跟我在五节路吃那间差？这间人比较少，包场。包场，我这边都没东西。来，哦哟，哇！你看，要点炙烧啦，炙烧超好吃的。炙烧，对啊，炙烧最赞的。炙烧，炙烧，炙烧。看到我就不说了。那寿司 ，you fire， 哦，哦。炙烧。阿伟，可以快点，不要吃，不要客气。抢食，好吃的这个，好赞。应该鱼，刚我比较多。好，那我帮你。虾子炙烧。虾子。赞赞的。这是鲑鱼炙烧。章鱼要不要？章鱼。这蟹肉棒。这是套餐吗？哦，对哦，你不能吃这样，还是你要吃别的，有其他的。这个，别聊了。来了，
肉球。嗯，肉球。Chicken bone。炸虾。我有我的泰语不好，麦迪就不好。帕萨泰孔孔麦迪。嗯，我的泰语不好呀。帕萨泰孔孔麦迪。嗯，晚安哦。你讲。我喜欢超烟で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都感觉要去拍片了。这是布丁，抹茶布丁加 cream。都很好啊，哎，抹茶布丁好吃吗？你的原味来了吗？没有，他没有点了。有啊，点了。抹茶布丁，这个是 cheese 蛋糕 ，cheesecake。第一，巧克力蛋糕啊，辣巧。下面有香巧克力耶。哇！给嘛！哎，点了。泡芙。八天堂哎，昭和八年。巴蒂。Chocolate。巴蒂。泡芙。泡芙。那个甜点难怪比较贵哦，因为是好吃的。嗯。八天堂哎，八天堂很贵。啊。我没吃过八天堂。八天堂是日本的那个。名店昭和八年，然后我就创业很久了。原味泡芙，八天堂。哇，限量很多哎、嗯。小的就分我们就可以了。泡芙小的我吃。嗯。要大的。八天堂，让你上天堂。龙岩巧克力耶，对，它是龙岩巧克力。哦，真的哦，那我这样子是不是要点一份啊？嗯，可以去了，是吧？对啊，这是龙岩巧克力。哇，感觉不错。千层派。我们点点是不是每个都点过一个？没有全部。感觉很多。对，饱饱的。吃人，你就算吃那种饱，一定会有一个空间让你吃甜点跟饮料的。这不是女人才有的啊？谁说是女人的？现在男女平等了，谁给女人？Collide. D means good. D. 迟到结账。你按那个加加快结账。谢谢。二十个红的。嗯，二十红，三个黑。三个黑，七个金的。七个金的，对吧？一二三四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